微笑的眼睛，看什么都是风景，每一个悲欢都有着意义，时间会证明。昨天的坎坷，今天化成勇气了，我闪着泪水走过了曲折，都被回忆铺成了歌。我们也会选无处永恒远无惧，我们幸运的相遇，牵手走进一种追寻，起伏中有甜有苦，唱出生命的舞曲。动车，铁路，那自动车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就是迄阵啊，遐有开车的人啊，因个联谊会啦。我听卡上讲吼，伫个日本时代，全台湾敢若二十几个人哦，有遐开自动车的执照呢。哦，这厉害哦。嗯，所以讲哦，杜尚伊虽然不是好野人出身，啊，不过伊嘛是有看过世面呢。我还记得细汉的时阵哦，伊特别为外口转来。拢会知足奇怪的物件呢，啊，厝边隔壁哦，大家拢会走来看。后来哦，道上行李失败，人嘛跌了失志。这个家哦，若毋是卡上咧花，早就倒啊。卡子啊，我甲你讲。咱做人嘛是爱较实在的，少年的时阵哦，加食寡苦不要紧，安尼以后哦才会珍惜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实在做妖怪的啦。你记咱巷仔口遐有一搭咧卖豆花啊。我常常在遐吼，哪看人家咱老嘴烂，结果吼，去互道上看到啊，啊伊一过来吼，就甲我扇嘴皮，佮骂我妖怪，下死下贱，吼，我迄阵足生气的呢。即摆你知影吼，道上是一个查甫人呢，啊一个查甫人的囡仔食袂起豆花，佮妖怪老嘴烂，这对伊来讲是偌见笑的。伊敢若想着伊家己敢会见笑，佮无想着咱一边佮爱读册，一边佮爱趁钱呢。听卡上讲，迄天道上佮甲你拍哦。好啊啦，伊这个人就是安尼啊，你何必去讲遐来讨皮听嘞？好啊好啊，把遮物件收收诶，吼。卡子，酒我。
恁二姐嘞？走开啦！哦，太多，这家吧，我伫公司附近买，袂歹食啊。 那今日换你来主动，卡上。卡上去收回阿钱啊。哦。啊，他卡来。好，他有跟我看到。哦，应该都上抱去散步啊啦。啊对啊，我正我看物件的时阵哦，有找到一件我最近那时阵穿的衫呢，迄样是洗洗哦，一定甲新的同款。嗯，本来是想讲哦，若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就会当互伊穿啊。唔知还有这个名无？ 战术呢是一个团队里面能够把能力呢发挥到极致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各位现在都已经不是游泳伞兵哦，所以呢要去切实体会跟掌握啊集团作战它的默契。这次呢高晚会就把球做短一点，廖淑媛呢此时开始做同步起跳。当球被做起来通过拦网的第一时间往对方拨，这个时候呢林胜胜还是做同步起跳。 阮 S 八上欢喜的，就是中道会当免困倒。团队的默契。大概拢总去拍排球，拍到规身躯汗。解散之前，再练习三十次。啊！嗯。当然，结果就变作拍球一尾量，啊，上课才点啊度过。国家安全涵盖范围甚广，举凡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。 及国民心理建设等等，都属于国家安全范畴。国防是国家的安全保障，而国家为了确保生存与发展，常透过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科技竞争以及心理战等作为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。因此，现代的国防是强调多元化、总体性的全民国防。 哦，这路我行哦。你看，这插了树吼，
拢顾了，情形袂歹咧。来来来，有只有只，这片哦，拢是啦。哦，这丛应该差不多。啊，那你去看卖咧。这个，哦。米家当嘞，嗯，你都讲的吼，真讲吼，嗯，这种插拉树吼，啊，这片啊嘞，拢过了袂歹啊，嗯，这差不多听我拢采收啊，有影，哎呀，哦。这插到树骨不只啊动呢，我咧一直照起，会遐哩长哩咧。我嘛是啊，面平平啊，嘛是去长啦。上好去，这无要紧啦，大概一两天就消啊啦。哦。啊，采这条这关山枝的这作物吼，一定是淡薄啊有危险性滴咧啊。是讲吼，你嘛看这插到树呢，伊个树节会用做插伊一挂，伊个这个果实吼。搁听我粗拉做拉汁，啊！伊个种林哦，搁听我植油做这顶啊油，啊是做撒文嘞。安尼哦，嘿啊，哦，来啦，恁先食，我过来去洗水果啦，嘿。好，先食先食。对啊，所以哦，外头搞采收期的外头要紧，不管我是压肥啦，吼，啊是讲喷药啊、防虫，每一项拢真要紧。啊，这个下半年喷药啊、啊肥，这个材料钱啊，甲这个工钱，我算算咧，捏捏咧吼，大概咱每一个人算算，都爱过咧三四千块才有够咧。啊，这毋是一个小数目咧，所以我看吼，咱大家都爱从早做拍算。爱三四千哦。嘿啊，啊是讲吼，明年采收。独独算算的，咱每一个人大概都有几十万的利润，啊，这可是跟咱头一遍的这个采收呢，都这种数目啊，啊以后吼每一年拢挑采收的两遍，你甲想看卖哩？咱是不是真紧就要过好日子啊？哈哎呦，特别若饲你一顿饭哦，我都叫要忝死啊！你看啦，饲遮久，才食一丝仔尔。塔卡哦，伊就这个性啦，脾气哪来哦，偏偏来甲伊作对。塔卡的个性哦，都介哪句话足共款的啦。啊，听阿妈的话，知无？好，麦克麦克哦，阿妈学你哪句哦，知无？啊无阿妈拍甲床哈。好啦，我来饲啦。唔免啦，囡仔哦，都拢互你饲起。哎呦，阿，你养啥你也靠干呢？乖的吼。杜嫂，你要啉茶哦？我今日有早半夜茶米来呢。你有早茶米来哦？啊，你食饱未？食饱啦。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咱茶米炸咧哈，去巷仔口找迄个药店学伊怎啉啦。逐摆拢啉人的茶，安尼歹势啦，对无？好啊。我给你炸的茶米哦，袂歹哦，摕出去哦，袂漏开啦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去炸。嗯。好啦，大哥，麦克哦，哦，麦克，该休息了。来啦，雄雄去想到要去药店买遐泡茶啊！啊，知恁杜嫂搁咧变什么棒？啊，最近看拢黄黄叶叶啦。哎，他口气嘛两个安尼哦，秘秘气气啦。你好歹你着较注意，我咧讲。
是哦，刚才是道上哦，想要投资什么做菜的生意啦，这我知啊。啊，非你也无钱，讲讲尔，卖菜就是啊。做菜的生意，哎，我哪会无听你讲？讲真久啊，什么做菜啦、啊、做茶啊，啊有一摆，不是搁教人讲要去饲马啊？啊，伊拢安尼讲讲啦，无钱，什么嘛袂用做。不，我看恁道上这边吼，确实无同款哦。伊去年吼，讲要甲我摕一间厝吼，去借钱啦。哎呦，好家在无会摕借。有影哦。伊吼特别做啥物代志哦，拢声声佫有讲一定赚的啦。你想看卖？世间做代志，敢有一定稳赚的？这间厝是咱大家咧住的呢，那我还摕去做冒险的代志，你讲对无？你爱说伊哦，唔通让伊甲柯志借钱呢？就算讲道上伊想要借，嘛无啊。啊，柯志迄一点仔薪水哦，应付他家拢足吃力啦，那有啥物钱通让道上去投资呢？我得讲啊，伊这人就是爱讲，就让伊去讲啦，卖差伊就是啊啦。对啊，卡萨，你厝客哦，爱收我好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其实哦，想想的道上这个人，你嘛不是不知。少年的时阵做无在生意，做了袂歹。迄当阵，咱确实嘛过了几年好日子。啊，前一阵啊哦，我搁变出几样那细汉时阵的衫呢，都让我想起来，足侪囡仔时代的代志。害我几两暝哦，拢睏无好。想想的道上，伊一世人行到这，嘛是运较歹啦。万岁公，伊安尼讲讲的，心肝内会感觉较快活，就输在伊啦。卡萨，恁家在休息位啦。每个人交10块，一共是400块。这个钱不用交给我吧？专车是学校派的，车证呢可以向国保部申请，这些老师都会处理。这个钱是参访那天中午的餐点费用。至于西点口粮要什么样的内容，要去哪里采买，这就由你们两位班长自己研究一下哦。哦，对了，记得那一天哈，也帮带队的林主任、还有吴教官、还有随车的车长跟司机，每个人都准备一份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个呢，你们就拿回去商量商量，钱呢也由你们自己保管，没问题吧？嗯，那你们快去研究一下，有结果的时候再告诉我一声。谢老师。怎样？走啊！郭老师，这些事情你都让他们自己处理啊？不好吧？像他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小鬼，你还真能放心啊？这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我说啊，现在就是大人们瞧不起年轻人，纵容的他们都太没有担当了，那可不行。17了，不小了。想当年参加革命抗战、北伐、剿匪、抛头颅、洒热血的时候，不都是17、18岁的小娃儿吗？哦哦，失敬失敬。抗战北伐啊，我也去北伐一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那天参观要吃什么餐点呢？随便。什么随便？那老师交代我们，就是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好啊。你们喜欢吃面包还是鸡蛋糕？鸡蛋糕好了啦。再加一盒白雪泡泡糖。为什么买泡泡糖啊？哇，你很土哎。8块半加1块半，刚好10块，这样好不好？
抄到都饿了啦，一直抄一直抄，整堂课都不讲解的，这样就要最好就会懂。小声一点，等会听到叫你进去抄，你就倒霉。我就怀疑谢慧他知道自己在抄什么书，他大学一定很了解，很乖。真的怀疑他是怎么当上老师的，每次都不好好上课，就一直乱讲话。等一下他一定要去弄那个王小美。不要讲话了，后面那几个在讲什么？嫌少啊？啊，如果嫌少的话，我就让你们多抄一点。注意哦，考试的题目就在这里面了哦。王小美啊，你抄到哪里了？哎，怎么今天脸又红彤彤的？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嘿嘿，还是化了妆啊？教官看不出来，老师可看得出来哦。要不要老师向主任报告啊？啊？陈老师，做什么啊？老师只是提醒王小美，以免她被教官处罚。林胜胜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没有问题，王小美没有问题，她也没有化妆，不用你提醒。不然我可以请主任跟教官来看。啊，没有问题就坐下，没有问题坐下。你看，你们这么一闹，连讨论的时间都没有了，马上又要下课了。起立。这么兴奋呢、啊？居然想出那种方法对付 CO A， 他这次啊被你僵了一局。我最讨厌那种仗势欺人的人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常常都拿钱出来外面这样吃东西哦？什么常常，几乎是每天。你没看我妈那么忙？最好是她每天都很忙。好哎，徐高明等我。胜，胜，那是不是你哥啊？克子，你哪在家？我去找阮朋友啊。啊，你伫家创啥？啊，伊是……哦，迄个好事吼。嘿啦，克子啊，伊号做碧砖啦。啊，碧砖，咱进前倒去处理吼，伊拢无伫咧，所以你无看过伊啦。本来伊就是卡子哦，我之前去恁家吼，都无看到你。啊，你即马应该是高二啊吼，要升高三啦。啊，你真正是好事。啊，我就伫个林下路迄附近的诊所上班吗？真是的哦，我老礼拜嘛要去参观国防医学院呢，国防部办的啦。可能是希望吼，我会当去做好事。啊，敢唔做恐怖？恐怖？袂啊。你拄看到开的时阵，啊是看到迄空水吼，你会感觉足恐怖的。啊，不过等下你做惯时吼，你就袂惊。哦，诶，啊，你我会当考虑看卖哦。我咧教官讲吼，迄若去读国防医学院护理科啊，以后吼就是军工教，啊一世人拢唔免烦恼啊。而且听到遐时阵，特别怕。林刚开门了吧？哦，安尼哦。
好啦，阿麦给您交掉。阿文姐了，我们先来走嘞。阿你来，看嘞，看嘞啦。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给他看。您小妹看下个金华盘吼。对啦，这这啦。阿公，麦克，哎呦，安怎啦？是靠安怎啦？啊，还是不是巴肚枵啊？啊，已经有食过点心嘛？囡仔，无堪要枵啦，你会食过也阁靠干安尼？好啦，你巴肚枵，无你先去食，今天我来顾着。麦克乖吼，麦克，麦克吼。哦，妈妈去食饭吼。我是讲，啊，查甫囡仔食性较快枵啦，囡仔就是爱食，才会紧大。来来来，阿公抱阿公抱，哦，来来来，阿公抱阿公抱，哦，阿公笑笑，阿公笑阿公笑，哦，抱阿公出来吃鸡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咱来买买，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多少？不免的啦，囡仔阿哩冻着。不要紧啦，我带你啊，带你出来坐坐嘞。好，哦，乖乖哦，阿公笑阿公笑。是啊，你食饭哪会不爱坐落来？敢若一个新妇啊？无要紧啊，我得要食饱。啊，你即马是安怎啊？无啦，我今仔去医学院参观啊，即马哦，看到迄肉我都食袂落。医学院啊，是安怎？卖插伊啦，要食咪食，随在伊啦。啊，这年纪哦，出头上济，变鬼变怪。啊，弟阿卡子，你当时歇乱，恁几乎哦，甲一个伫个学校上班的朋友有讲到你咧读商科，替你应一个歇乱的时阵会用实习的机会。啊，你当时放假？应该是六月底吧。六月底。啊，那就七月初三啦，拜一。叫恁姐夫哦，带你去上班。有钱无钱是唔知影，啊，不过不要紧啦。上重要的哦是学一个经验。啊，那等你明年毕业，出头路就较简单啦，知不？哦。哎，他卡嘞。道长带伊出去散步啊。哎，你今日干啥应落来啦？卡子讲哦，一七月初三会用过去实习啊。安尼哦，好啊。卡子啊，啊你算盘是跌到安怎？若是有时间哦，趁即马赶紧练练呢。虽然讲是实习，嘛爱认真哦，知无？对啦，若是你阿哥做过哦，有这个经验，对以后就有帮助的啦，机会难得。在上课还在看他练板书的、啊，受不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根本只在乎自己的字写好不好。他这样也能当老师？我也会啊。不要馋啦，快啦。今天的讲义非常的重要。最后是月考的题目已经送到教务处课纲板了，一半以上的问题都在黑板上，你们可要好好的背，可别怪老师没有提醒你们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主任，什么事？我问你，陈老师背上的墨水是谁弄的？你老实告诉我。墨水？什么墨水啊？你不知道陈老师背上的一条墨水那么明显，你会没有看见谁弄的吗？我没有看见啊。没有，你没有骗我。 干嘛要骗你啊？好啊，没有骗我。那你说，这地上的墨水是？
拄到这款学生囡仔，真正哦，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啦。干那要学讲义气，啊，唔得出卖朋友。你讲啦，安尼哦，真正会气死人啊！是讲哦，我听迄隔壁班的学生啊哦，听讲迄陈老师哦，去用破了目嘴哦，吼，拢啊笑到足欢喜啦。可见哦，啊，这个陈老师哦，确实有一点啊个人缘。安怎个人缘哦？也毋敢安尼做啦。尤其是学生囡仔对老师，更应该安尼做才对啦。尊师重道这四字，是做学生囡仔的本分。我哪有可能搁让这挂学生啊，继续安尼乱舞落去？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不过吼、哦，我想哦，这嘛有可能是无细腻的啦。啊，这学生啊更笨哦，去读着啦，爱徛在边啊哦，一直休啦。啊，伊嘛唔呾知影讲。这目睭会去嗅到什么人，嘛有这个可能啊！刚主任打我们的地方啊，我们明天就用红药水把它涂得一条一条红红的，让他看得心疼。可我们平常跟他那么好，打我们打这么用力。哎呦，到底还要罚我们站多久啊？没有想到主任生起气来，居然心这么狠。我就说我去自首，你们又说不要。啊，我们又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脚酸啦，肚子也饿啦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了啦，等一下就放我们走啦。真的吗？当然啦、啊，要不然发便当给你吃哦、喔。便当？有便当哦，在哪里？哎呦，真的会被你气死呢！没有便当啦，你看你的小说。哦。主任哦，你讲的拢对啦。虽然哦，我老李的哦，无读过什么书啦，但是哦，我知影这囡仔吼，本事拢真好啦。啊，今嘛哦，骂个骂啦。啊，拍也拍过啊啦，啊罚球，啊罚球遐久啊，安尼啦，陈老师迄领衫哦，我来摕转去叫阮某母啊洗洗，啊无定迄目水洗会起啊。不要内疚了啦！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还要王小美啊，还有我们全班讨厌陈老师的，还在背后唾弃他的人，不就每个人都有责任？你这种不是故意的，还要被受罚，那些故意的怎么办？现在我们还不能跟主任讲，害他那么生气。算了，以后再讲了。这里吧，来现在。好好，你先走哦，我来关电脑。哎，主任来了。哎，不对，是老李，说不定要放我们走了。哦，主任嘛，讲你会使做啊啦。阿爸哦，阿较乖啦，唔爱去捣蛋啦。一时的坚持，害得全班斗阵去用处罚。主任也因为这件代志变面。有时阵，理性甲感性是冲突的。我咧想，彼当阵上为难的其实毋是我，是平常时对阮上好的主人。皮皮，你来伫遮饲饱，等我妈带草我回去。安尼嘛，唔免直接等啦，来得等吼，乖哦。阿强、阿姊，我回来啊。卡子，你哪晚回来？有解老菜跟你讲。
唉，处理安尼吼，一个一个吼，拢安尼愈来愈晚倒转来啦。恁倒上嘛同款啦，唔知你做啥啦？安尼吼，愈母愈无闲，啊愈无看的人，啊嘛愈无看的钱啦。导游生理搁做安尼迷茫啊！啊，我若无借一咖啡安尼吼，这个家唔知要安怎过。阿嫂，这200块你先得去啦。啊，你好过啊？啊，你敢会得过？会得过，袂得过，都爱看平平白白，月底敢会提钱转来？你着先提去用啦。唉，后面哦吼，也准备要娶某啦。啊，即马铁路要搁设第二天啦，爱用的钱嘛愈来愈多。哎，我总袂用叫伊讲哦，无替因翁去平想啊。富美有要娶的代志，等下做伙想办法啦，总袂用叫伊卖娶吧。若有时间哦，我会找铁路甲富美有参详啦。阿嫂，卖烦恼啊。过一冬，等卡子开始上班，就加较轻松，敢毋是嘞？唉，若无卡上，我先来等。那应该我会去帮我倒三工啊。好啦。今天就上课上到此为止，下课。班长，起立。敬礼。谢谢老师。下课。你看这里答案是对的，直接对啊。想一下，快点跟老师讲，老师差两分，老师可以的。我陪你去，陪你妹，带她去，陪你。哎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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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边有两题写对了，可是老师没有给我分数，有没有看一下？你找什么？嗯，这里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？有没有？你这个老师用红笔画出来了嘛？你答案虽然写对了，但是演算的过程小数点点错一个，所以啊。李老师，什么事？那个胜胜他这只是有一点点粗心而已啦，可不可以特别通融一下？对啊，通融一下，老师。对啊，老师，你知道胜胜他是球队的嘛？平常很辛苦啊，而且他都是为了学校争光，所以他这次比较粗心，有几科没有考好，这个就特别通融一下好了啦。他又是故意的。不是啊，主要是因为我。我已经有2科不及格，如果再加这一科就3科不及格，那主任就会寄通知单回去家里，那就会。你干嘛那么怕老师寄成绩单回家呢？你爸爸很严吗？哎，不是啊，我们家里让我念书已经很为难了，那如果我成绩单这是红字的话。拜托啦！对啊，我下次一定会很认真、很仔细、很小心的。而且我暑假还要去河库打工哎，我这暑假一定会很努力、很努力的。拜托啊，老师，拜托一次，就这么一次。好吧，不过过程肯定重要，要步步为营，你要谨记在心啊。我记得，老师。Thank you.
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察觉，原来爱不代表了解。我对你的责备和埋怨，都变成你心里的茧。很高兴你肯帮我去发现，每颗心都是一个世界。于是我能更靠近一点，看到。像许多让人流泪的人啊，其实心里也很彷徨，也很沮丧。当我原谅你曾让我失望，我们脸上都有了阳光。我像许多冷漠倔强的人啊，其实是怕承认自己很需要爱。